係一支好多人都好中意嘅《師傅救趙》。戰國時代，秦耀滅咗六國，趙國因為勢危，佢有同魏國有姻親嘅關係，所以佢就向魏王求救。但魏王因為想保存嗰個實力，佢就唔敢冒然出兵。魏王嘅細佬信陵君因為明白唇亡齒寒嘅道理，如果趙國滅亡，魏國應該都不保，所以佢諗到一個辦法，佢嘗試去說服魏王嘅寵妃虞姬偷取兵符出兵救趙。到底佢成唔成功呢？今晚我哋請到李大偉先生演繹信陵君嘅角色，蘇慧晶小姐演繹虞姬嘅角色，為大家送上《師傅救趙》。Oh,
相拼一战，中目两惊，心奔慌，照兵四十万。
请公子来出
好意。